Double kill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主播双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快银。那做个小功课呢，漫威跟 DC 都有跑得很快的英雄， DC 是闪电侠，而漫威呢则是快银。快银呢应该也是 X 战警里面的一员。那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快银的技能组。可以看到呢，快银跟其他英雄不一样，我们只有三个技能，算是比较操作简单。快银的被动呢是使用技能之后的下一个普攻会获得额外的伤害，一技能使用之后呢，会随机攻击附近的所有目标，会瞬移到他附近揍他一拳了。而我们最后的位置呢，会落在最后一个目标的附近，他并不会回到原位的。而快银呢，本身就是一个物理暴击的刺客，所以我们的出装也会买暴击跟物理攻击，还有物理穿透。所以呢，一技能也可以当做位移使用，也可以用来清兵，也可以用来揍敌方很多很多英雄。而二技能呢，是可以组成两段，它使用就是一个简单的位移。由于可以储存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位移两次。搭配我们的一技能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是灵活的英雄，而二技能呢也是有伤害的。最后呢，我们说一说我们大招。快银在开启大招之后呢，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形成一个时空罩，像这样呢不让我们罩住索尔，可是索尔死得太快了。所有的目标呢，包括小兵、还有防御塔、还有英雄、有方和敌方的，被我们大招罩到呢，在里面的速度都非常慢了。降低敌方 80% 的速度，而快银本身呢是不受影响的。而且呢，在大招它还可以缓速一些，比如防御塔的攻击跟一些子弹、一些技能等等。我是惯了被敌人的快银罩到哦，唯一逃脱手段呢就用瞬移伸出来。如果用其他位移呢，尤其是那种要冲啊、要跳啊、要游啊，那些通常是跑不掉了。这是快银单挑团战非常厉害的地方。简单了解之后呢，快银的技能并不会很难，只是要记得呢，使用技能后下一个普攻会有额外的伤害，那也是我们杀人的爆发跟本钱。现在我们先开大招，然后冲过去招着星爵。有点可惜呢，最后被古墓拉了出来哦。原来我们队友呢还是可以把敌方在大招里面拉出来的，这样也不错。反正这只是一个体验的伺服器，可让我们多测试一下技能组的变化。另外呢，由于这是外国的伺服器啊，可以注意到左上角呢，我们几乎整场都在爆拼，有时候一技能呢看起来它好像动画出不太来，那也是非常正常的，不用太奇怪。我们打死这些怪呢，看到地上一个黄色的宝箱，本来以为是增加额外的金钱，结果不是哦，是得到一个复制装置，复制装置可以召唤出一堆小兵哦，可小兵呢会朝着敌方的防御塔奔去。这边已经开始大招，连着敌方两个英雄 ，OK， 抓到浣熊跟暴风女。注意到了，暴风女叫瞬移还是可以瞬出来的。我觉得瞬移应该是比较克制快银的一个技能。如果他没有瞬移呢，他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出来了。找到一个血量不是很好的绯红女巫，在电影里面呢，绯红女巫跟快银可是两姐弟啊。我们竟然把我们姐姐杀了，好像有一点点残酷。那过来这个老虎，老虎就是所谓的红 buff， 会增加额外伤害跟缓速，我们挺需要的。而且呢，快银也不存在手短这个问题，毕竟我们一二技能呢可以瞬间的接住敌方。总体来说呢，快银难度并不是很高，比较要判断的是大招，因为大招不可以马上开哦，有一个延迟。除此之外呢，都还不错的。我们先发育一下，反正我们是一个后期角。打的是后期的暴击伤害，别忘了多点几下普攻。这边遭到暴风女跟索尔，暴风女先解决，然后是索尔，剩下这个浣熊，我们的浩哥冲了过去，成功缓速缓到浣熊，一并带走。敌方这一波损失惨重哦，我们已经来了八个击杀参与。浩哥非常英勇哦，直接冲进去，我们趁机拆塔，拆塔有戏吗？下路有很多小兵，我们开一技能就会像这样子哦，每个小兵敲一拳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没有范围伤害，但一技能也算是一个范围伤害哦，也就是快速的把所有人揍一拳这样子。幸好呢，我们是买物理攻击还有暴击。
反正没忘记呢，普攻很痛就对了，不要把快银当成一个法师。 OK， 这边吃了红色加速装置，会短时间增加我们跑速，而且下一个普攻呢会造成额外缓速。 OK， 快速秒掉火箭浣熊，然后小心暴风女。后来我发现呢，我们大招可能不用太频繁的开了，像刚刚浣熊呢是可以两三个普攻轻松把它带走的，大招可以留给团战的时候招住敌方多个目标再用，或者呢如果敌方的英雄很飞，我们不开大招单挑可能打不赢了再开大。通常呢我们大招招中敌方，快银有单挑的非常强势的地方哦，你想想呢，如果你被缓速 80% 要怎么打赢，跑也跑不掉，攻击也攻不出来，就算你有技能呢，开技能也会变慢了。我们来推个塔，敌方聚集在中，我们手短呢不太好推，就来推一下。他们星爵过来了，那这个游戏防御塔打得很痛的，后来发觉我还是快跑好了。我这边我们姐姐过来了，姐姐有点像安妮哦，哎，应该是像 DOTA 的火女，如果有人知道的话。飞女巫技能组呢非常简单哦，就是范围伤害、范围晕眩。通常呢，飞熊女巫如果没有绝对的经济优势，她一套打人大概七成血，是秒不了人的。配合队友的话，当然就另当别论。中间在打架，我们觉得这波有机会哦，敌方是优势方，那赶紧开大，我们提前开大冲进去，一招就招到索尔，收掉后面的飞熊女巫，然后再收掉后面的三只狮子。OK， 最后完成一个四连决，是敌方五人全倒。可惜呢，最后一个所有的人头是我们的浩克吃掉了，不然我们就是一个五连杀。总的来说呢，快银是挺好玩的。招数状呢，应该是没有吸血的。我们使用制裁的野怪的时候会恢复生命。我觉得呢，到时候我们玩的时候可能可以出点吸血，毕竟我们不缺魔力哦，是靠的能量。有了吸血之后呢，就基本上不用回家，可以一直打野，一直打野，利用我们的高机动性。我们来吃个苏尔特，利用苏尔特来帮忙推塔。苏尔特可是一个推塔神器哦，他也是雷神索尔电影里面的大魔王。不知道苏尔特对上萨诺斯打架谁会赢呢？如果没有手套的萨诺斯应该是打不赢他吧。我们招个苏尔特在这，让他自己推一条线哦，然后我们再去推一条。发觉中路在打架呢，我们先去帮忙哦。毕竟呢，我们很常看小地图。这边再次找到一个机会，先大招进场。哎呀，他们两个人倒得太快了，结果我们大招只全到四体了。他的大招其实挺好玩的，把所有的东西呢速度降低 80%， 包括他四体趴下去的速度。阵容苏尔特有点慢哦。OK， 总算推了一座防御塔，让他再接再厉，我们继续拖着敌方。大招我大招还有八秒，再撑一阵子。OK， 大招已经快要好了。我们大招是连防御塔都可以罩住的，所以呢要塔杀也不是问题。这边观察一下敌方，如果他们失误的话呢，我们就大招杀进去。而我们的苏尔特呢刚好抵达，我们要准备进去了。目标呢是要罩敌方英雄跟防御塔。这边瞬移进去 ，OK， 罩到防御塔。还有敌方的星爵，他们星爵挂了，女巫挂了，而且看到防御塔呢，刚刚的攻速也变得非常慢，他子弹飘得很慢很慢，可是呢飘得很慢，在我们的大招结束之后，子弹还是会射出来，所以防御塔伤害呢也是会出来的。OK， 最后呢我们就直接撤离方主堡，结束这场游戏。以上是我带来的快银的实战解说。这英雄也是我挺喜欢的英雄，如果正式服推出呢，应该也是我们重点会玩的之一。那今天我是桑恩，每个礼拜的一三五七都会开直播，欢迎来到 live 看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